我是一个老差骨，当差30几年，啲人话好仔唔当差。记得外母知道佢个女要嫁俾我嗰阵啊，佢又哭又闹，仲话要上吊。30几年啦，我单人匹马破咗恒生银行大劫案，之后我仲破埋三蛇案、玉匠意粉藏尸案、无头饕餮骷髅案。不过咁又点呢？争取抚养权嗰阵，我个仔喺法庭度对住法官话：我老豆好臭噶。系为咗监视个犯，我踎咗喺个屎坑嗰度足足3个月冇出过嚟，阵味道而家都仲系3年又3年，家阵10年都未忍痛呢。法官阁下，我老豆有6个奶奶噶。啊，嗰次啊，嗰次如果我唔系打孖着咗2件避弹衣，我老豆有4个阔阔噶。乜嘢系阔阔啊？30几年啦，好仔唔当差，啲人仲系咁样睇我哋，直到呢条友仔出现，系唔系？定系呢兜呢？一个年青私家侦探，几年之间就俾佢研破几单最棘手嘅案。同情、同理心，就系我所讲犯罪学里面嘅第六感。FBI 多谢国际刑警都找他做特警训练顾问，连法国南大厨艺学校都颁了个荣誉院士给他，有没有搞错？用他的故事改编再改编的卡通片《神探玉面飞龙》出街之后，他的朵直头还行过福尔摩斯。肉咩面呢？我见过佢真人啦，猪头肉就有佢份。我大个咗要做警察，我怕嗰啲。我要做神探，推晒嗰啲你。我要做神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老豆我咪就系一个神探咯。加条到你。哎，哎呀，老婆啊，如果你今日先至识我，你会唔会爱我多一啲呢？哎呀，阿长，你冇嘢嘛？吓，冇。我试下死者张床有冇咩警棍啫嘛？有咩发现啊？又系一单密室谋杀案。死者系城中出名嘅富商，遇害嘅时候全部房门窗户都紧闭，隔万门打开。死者就瞓喺床边，身上边冇明显嘅伤痕。凶手一定仲喺呢间屋入边。你哋一定要逐一盘问。Yes sir。探长唔得啦，班疑犯喊到收唔到声啊！喊又点啊？招问。唔系啦，探长，不如揾佢嚟啦。啊！成班差人喺度做紧嘢。要找啲外人嚟插手，冇时间啦，啲记者就到啦。系啊，有几个疑犯赖咗屎添啊！唔紧要啦，大常讲过有嘢可以揾佢帮拖噶嘛。探长揾啦、啊，探长，我想要个电话，系 Bobbi 啊 ，Bobbi 乜中文名叫麦咩？麦兜。仲有啲金器啊、证件啊、士啤锁匙啊，咁唔知道收埋去边好。嗱，试下用啲糯米将佢哋一包再包一扎。喂，有贼佬入屋都唔会偷你条咸肉粽啩？
咁啲收音机啊、电视、电饭煲啊，用耐咗神神地就梗系有噶啦。我哋可以咁样吓佢几下，仲唔听使咩？可以好似拍姜咁拍多佢几嘢，咁个小朋友又发气攻心啊，打师咁多醒目牛牛地咁。我哋可以咁拍佢几嘢，背脊都系咁样拍。再多个刀背都好有用噶噃。嗱，张大牛扒，仲好过用埋嗰啲乜鬼嘢松肉粉啦。有位观众话听日要出写见份写字楼工，不过屋企揾嚟揾去都揾唔到条长裤，露晒啲脚毛出嚟，个经理会唔会唔中意噶？哦，好简单啫。你用把菜刀响个大髀度刮，体重约56公斤，前额有腰围，92厘米，脂肪比例33。好，将佢反转，再反转，见到啲咩？牛白泡啊！好，受害人一个钟头之前饮嗰杯 cappuccino， 同埋食咗件奶油蛋糕，仲有两个葡挞。好，反转，佢之后去咗小咗个便，不过冇洗手，倒啦。脂肪比例应该是36，他试过减肥，你看他骨跑不到一个圈就顶不上。再倒转，有两只蛀牙补过来，不过那些补牙粉甩了，应该是吃炸鸡那阵甩的。啊，那你都知道180回转体，妈妈是回转一周半。好，就这样。他最喜欢吃薯片，芝士味，坐车搭飞机喜欢坐窗口位，澳洲迷，很少吃泰国迷，和父母感情麻麻，老婆大他一岁，养过江金鱼，不过很快死了。好久没回过乡下，七号鞋，香港脚，听真华仔唱歌会急事，最憎食冰皮月饼，幸运号码二号、16号，特别号码33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谜团惊而解去，不是是吧？辉，4点。你哋四点前唔好俾人移动佢，单会寄去重案。好啦，我哋走啦。走？佢捉凶手啊？再见。咁出面班疑犯点啊？帮佢哋走，唔关佢哋事。波比波比，神探波比，真系神探波比波比，好多嘢想问你啊。波比，点解你咁犀利嘅？神探，你乜嘢星座？波比个名系边个帮你改啫？波比，你嘅择偶条件你好打啲啊？好啦好啦，你哋乖啲啦，唔好阻住神探去捉凶手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哋唔系去捉凶手。唔系去捉凶手？咁你又话等你哋到四点？唔系等我哋，系等个谜团。四点钟就会自己解开。即系乜嘢啊？点解我听唔明嘅？探长。你出句声啊！咦，探长呢？探长，探长，探长，我系一条
啊，唔系，我系一个老差骨，当差三十几年，点知俾人噏几噏，睇咗几集烂鬼卡通片，唉，咁就领嘢，揾咗个傻嘅嚟，唉，哎呀，仔啊，你信个傻嘅，都唔信你老豆，唉。外母那，你下次上吊记得拖埋我呢。探长，信埋我呢一个钟，好冇？一个钟定系一粒钟呢？吓，好，仲有一个钟，我哋随便倾下偈啊。我想问你嘢啊。问乜嘢？我想问咧，点解你叫玉面飞龙嘅？肉咩面啊？猪面肉我又有份，嗰啲电视嚟啫。咁你啲秘密武器咧，系咪真系铁支架同尼龙绳啊？哦，咁呢个又系真噶？边个教你噶？吓，你嗰啲推理嗰啲咧，又系边个教你？Bobbi，好多嘢想问你啊！系咪真系识讲好多国家语言？识几句啫。系边度学噶？我都识讲英文，我都老婆好似相机咁样，一睇就记得晒啲嘢噶啦。点解你主动都咁叻噶？Bobbi，好似话你同佢都好叻噶噃，系咪？神探，好多嘢想问你啊！呢一切都是因为我妈妈。麦太，我出生在一个只有一两万人住的小市镇，不过因为近海，附近渔村的渔民都很喜欢来买下东西，去下银行，这样都人来人往的。我妈妈不是明星，那时候还未兴互联网那些东西，所以很多区都会有她的电视台仔，让居民可以互通下消息。妈妈就是这个电视台的监制兼编剧兼主持兼演员，总之一个台只有三个人，有时放假我都会帮忙。我伴六楼伴我两依依了，双双窗我犹如在暗示，我心忐忑跌多番涟漪，但你偏偏不随意，伴六楼伴我两依依，两肩轻碰着犹如在暗示，我双眼睛已是默默回视，但你仿佛不怀疑，晴天如是，随六楼双双依偎，春风得意，情深爱是华南路一带交通畅顺，海王路因为有火车堵塞路牌，经过的车辆要小心驾驶。跟住是一则市场消息，靓煲王他们的黄沙猪润手把肉丸早已经是远近驰名，今晚来靓煲王还有鲜鸭粉肠供应，不吃就笨了。跟住是一则天气消息，落雨啦，好收衫啊！系家居万能盒啊！系啊，你话失姜无神咁落场雨，都真系几厉害噶。如果你有听家居万能盒讲，几时都带定个铁衣架响身，攞起佢一扭一屈，求其揾个胶袋一粒粒响个地度，咁咪几大雨都冇有下咯。唔止咁噶，呢个铁衣架仲可以修理厕所、冲水护脊同埋拍打经络，有机会再教大家。下次见。妈妈真系几得噶，不过我咧就左边啲，左边唔系右啊，系左啊。你嘅左手边啊，边只系左手啊？戴手表嗰只系左手啊？去边啊你？去攞翻只表啊！我只盼终有日你能知，望你知识我情意。
跟住是一则特别消息，靓煲王今日午市的鲜鱿，因为广受食客的欢迎，鲜鱿经已沽清，鲜鱿经已全部沽清，敬请留意。Cut！ 唔该晒啊，台长。妈妈，我要食鸡。嗱，自己睇啦，呢边全部都系鸡啦。我要呢、這个。鸡鸡鸡鸡，乜嘢鸡鸡鸡鸡啊？你睇呢个啊，鸡鸡鸡鸡。我真系俾你吹胀啊！打横读噶，你就打动去读。吓，打横咩？咁我要呢、這个求鸡捞菇啊！打横啊，左手边读起啊，求鸡捞菇。喂。你去边啊？攞表啊！喂，黑草药做乜嘢死蛇烂鳝咁摊响度啊？死蛇烂鳝得过你条死蛇蛇？哦，天好凉。最好整翻个羊腩煲噃，天口凉，整翻个蛇羹仲和味啦。我有时谂，如果妈妈读多啲书，诺贝尔奖都有得佢攞。可能系咁，妈妈都尽量俾好多机会我学呢样学嗰样。不过我就，梗系差啲差啲，褪错咗位咁。我同我妈妈都系最中意家居万能盒噶。吓，你妈妈咪就系家居万能盒咯？点会啫？家居万能盒系男人，我妈妈系女人嚟噶。咁我亲眼睇住你妈妈笠个万能盒头套落个头噶嘛？我妈妈真系家居万能盒。哎呀，等我一路都以为我妈妈是女人嚟添。我妈妈总有法子搞掂啲嘢，我就总有法子搞错啲嘢。你可以想象我妈妈对住我，血都咬得几根。咁请问你系点样变到你个妈妈咁聪明噶？我都唔知点讲。唔讲咪唔讲咯。因为不知点讲啊，系啦，湿湿碎碎。好啦，我试下湿湿碎碎咁讲下啦，不过唔一定讲得清楚噶喎。好耶！陈志全老中医经已死咗，百孔正宗，祖传三代骨伤成手。陈志全老中医经已死咗，乳间风湿不痛，拳打刀伤，去医院轮街症啦。因为陈志全老中医经已死咗，咳啊！快啲去揾伍润华老医师啦！伍润华老医师仲生勾勾坐响度啊！得啦，平啲俾我啦，平啲俾我啦，隔篱嗰档都冇咁贵啦，隔篱嗰档都冇咁贵啦，都烂烂地。有一年暑假，妈妈同我度身订做亲子节目。实行贴身教育，转身再转身，右肥咗一下，踢腿向后翻，57磅有冇搞错？转体180度落地反转，衰仔啊放咗我去边？食咖喱鱼蛋，走，另一只，小便冇洗手，转体360度，康马斯护船。脂肪比例47%，倒立，衰仔啊！我袋得翻2元。好啦，家阵反转猪肚啦，切切，个菜婆啲嘢唔得噶，个菜婆啲嘢唔得噶，点唔得法啊？吓，唔讲啦，积翻啲口德啊！唔讲啦，积翻啲口德啊！麦太翻屋企定去边呢？喺街市附近放低我哋得啦，同个衰仔去练习下。
得啦，就咁啦。得啦，就咁啦。都烂啦，平啲卖埋佢啦。都烂啦，平啲卖埋佢啦。怕咗你两仔啦。都收档啦，卖埋佢啦。我哋今日悭咗几多啊？荷兰豆平咗一蚊，当菜平咗两毫，鱼佬死都唔肯减，鸡翼就平咗个八，啱啱好三蚊。吓，咁少咋？乜少啊？一日悭一蚊，一年悭埋够去食靓煲王啦！哇，好嘢！妈妈，如果一日悭三蚊呢？一日三蚊？够我哋去食自助餐啦！哇，自助餐有生蚝、有寿司、烧牛肉、甜品，小朋友仲有特价添啊！黐线咩你？发达啦！咦，麦兜买餸啊？系啦，个鱼佬啲嘢唔得噶。啊？点唔得法啊？唔好讲啦。即班啲口得啊！真系俾你激死啊！跟住系一则国际消息，美国帮手搣啦，响度写乜嘢啊？系，妈妈，你系咪女人嚟噶？梗系，黐线噶你！咁圣诞老人系咪男人嚟噶？吓？是啊，咁都好啲。我写紧我啲圣诞愿望俾圣诞老人咯。又想要乜嘢啊你 ？Cam 啊？咩 Cam 啊？电视台嗰啲 Cam 啊，好想拍嘢啊，不过台长掂都唔肯俾我掂。好咯，唔好咁大咬喎，留翻个先俾个老人家买位好噃。啊？不圣诞老人唔系好多钱嘅咩？有几多啊？捞个咁嘅烂鬼电视台啊！咁啦，妈妈送俾你。真嘅？人肉 cam。你对眼就系镜头，望实波，对好焦眉，虚埋去，再嚟个 pan shot。好啦，嚟个七三面 ，track 过去，系咪好靓女呢？好，再拍埋啲，埋啲，蒙住眼，蒙住眼，飞黑，好 ，cut。想象，系妈妈送俾我嘅。想象，做咩啊你？咁夜仲响度喐嚟喐去？睇紧片啊！哎呀，冇事啊嘛，我节目教过噶啦。打斜角瞓多啲位啊嘛，嗰啲唔知点样不时定理咁啊嘛，不时定理系、真系松动好多、妈妈你真系好叻啊！叻乜嘢啊？叻极咪又系家下咁，最紧要系仔叻吓，我冇几叻噶咋噃，好瞓啦，听日仲要翻厂啊，人肉 cam 熄机。个掣喺边啊？咪响呢度咯。今日我就教大家煮一味大肉罗汉斋。嗱，我哋将啲牛柏盐拌竹笙，啲海参就切到冬菇咁，鸡皮拌做腐竹，鸡肉肠去咗层衣佢，拌斋鸡，死味！啲蛋白打起啲奶拌豆腐，打埋个蚝油芡捞捞佢，再淋落盆珍珠都冇咁真嘅真斋上面，得咗。
喂，小朋友，有斋食啦！原来啲斋好好食噶，仲好有肉味添啊！咁你以后都要食多啲斋啦。知道。知，但系到个小朋友大个咗，发现原来斋系冇肉味嘅，咁点算呢？大个咗，轮到佢谂下点氹我食斋啦。好，下次不得了，教大家点样运用你小朋友嘅童子手发达，一定要睇啊！童子手啦，吓，即系运财童子嗰啲嘢咯。我知道，我系童子军，成日要运送啲嘢嘅。我学过童子功，咁犀利。我都识斧爪功，我食过童子鸡啊，我食过五只，我食过七八只神探。咁请问靓煲王有冇童子鸡食噶？都有嘅。咁请问呢，呢个靓煲王订咗电话系乜嘢啊？5171777，不过靓煲王执咗咯。哎呀，几时执噶？你未出世啊，就已经执咗啦。神探，我想去运啲嘢啊。运咩啊？急件啊！哇，咁快啲去咯。仲有冇大小童子想去运急件啊？我都想啊，大包裹啊。咁一个跟一个去啦。不过神探，可唔可以等埋我哋运完翻嚟先讲你嗰啲故事啊？好咯，快啲啊！神探，我换到发瘟啦。系啊，我想呕奶啊，神探。我都系啊，个云遮赤下赤下咁啊。咁啊，或者我讲住啲冇乜关系嘅嘢先啦。不如就讲下我大表白啊。嗰次妈妈同我讲，参加咗个太空计划，要行开一阵。系啊，做太空人要验好多身噶。咁妈妈，你要去几耐啊？都话唔埋噶，你知道太空船嗰啲嘢噶啦。妈妈一向冇乜朋友，嗰阵个电视台又执咗。执咗。于是妈妈唔知喺边度揾咗个大表白嚟，照顾咗我一阵。我大表白是一个最奇怪的人，他跟我妈妈好像相反，很少说话，很闷，连卖的面都只有一种味。最奇怪是他摆档的地方是几乎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，连乌蝇都好像没见过。
大表白，我闷到个云正咧，斜卡斜卡咁啊！大表白啊，呢度边会有人食面啫？不如搬个地方啦。我煮个面你食好唔好？好啊。好味吗？好好味啊！这个面我以前都吃过的，不过都没那么好味的，为什么的？闷咯。来到这里的人可能有心事、迷路、好伤心、好烦或者好闷，如果这个时候可以吃到一个热辣辣的面，闻到一些好熟悉的气味，来到这里的人可能会想翻转头。那你自己不怕闷吗？闷。每个声都有它自己的声音，每把声都好好听。我好喜欢听地发出的声音，一碗完美的波蛋即食面，细致、浓烈、丰满、温柔。之后妈妈在太空翻回来地球，大表爸就从此消失，没见过，连听都没听讲过，就好像一个到了地球一游的外星人一样。你好乖，多啲锡你妈妈。哦，唔知啲嘢几时先可以好似一个波蛋面咁，撩下撩下，转下转下，之后又聚翻埋一齐咧。咁请问个故事个教训系乜嘢啊？吓，冇噶。冇，少少闷咯。你呢个故事。唔好意思咯。好，啲运嘢同志翻晒嚟咯，翻晒。好啦，今次精彩啲，讲我同我妈妈发达嘅经验。好耶！今日教大家点样同小朋友一齐夹计发达。咁大家都知道中六合彩会发达噶啦，不过点样拣六个中奖 number 呢？我哋啲成年人一话要拣 number， 就梗系乜嘢三啊、八啊、十生十发啊、二生二发咁啊。嗱，小朋友就唔同咧，冇咁多无谓嘢谂。好，出嚟小朋友，三三胜胜，用你只运财童子手，同我哋抽六个幸运号码出嚟，等我哋一齐发达。第一个号码系三号。我哋嗰阵嘅六合彩每星期开彩一次，总共有42个 number， 42个拣中六个就系头奖，都好难中噶。
第四个抽出嚟嘅号码系18号，第五个系33号，六指手上六抽出一个幸运号码系38号。不过可能仲更加难嘅系，用我呢只童子手抽出嚟嘅 number， 一年二十几期，竟然一个号码都未中过。我都话我总系有啲本事，搞唔掂啲嘢噶啦。不过妈妈都是一期一期跟住埋，一期一期，连一个字都唔做。之后妈妈停咗呢个夹计发达嘅节目，将尼龙绳咁样打几个棘，掉落厕所冲水。小句句，帮手大力扯。嘿，就系咁样一扯，乜鬼嘢垃圾骨头都扯晒出嚟。仲使乜嘢揾通渠佬咁笨啫？好，跟住教大家点样用条尼龙绳赶走啲乌蝇。小句句，系一切都好似回复正常。突然，一则特别消息，靓煲王佢哋嘅火锅生料捻手煲底早已经系远近驰名，承蒙街坊多年维护，靓煲王。做埋呢两个月光荣结业，大嫂唔好哎呀啦，即刻抱埋个苏哈嚟靓煲王食餐猛嘢再算啦。其实这两年的区已经开始走紧样，旧的人搬走，新的人搬入，电视台的订户越来越少，现在连靓煲王的大厦都没了，大家心里有数，都开始找工。小兜子，咋？你跟我找那些砒霜来，咋？毒死个贱人佢，咋？好，唔该晒，下一组。咋？小台子，咋？你同我搵啲嗰啲咩嘢？咋咋？毒死个贱人，咋咋咋？啲砒霜，咋咋咋咋咋？咩呀？你觉得我呢是不是屎勾手啊？乜你讲啲嘢咁核突嘅啫？我只手抽嗰啲六合彩 number 咧，好似有啲屎勾住咁，次次都唔中噶。黐线嘅，唔中六合彩就系屎勾手。咁我哋个个都系乜嘢勾手啦？唔系啊，我抽咗好多期啦，都冇一个字中过啊。吓？咁识着你咪发咯？点发啊？嗱，你抽啲乜嘢 number 就唔买嗰啲 number， 咁咪发咯。吓，你行前，我行后，你转左我就转右，咁就包冇错啦。哎呀，小朋友，你做乜失惊无神响我后边捻我块大髀肉？百味。我要用我阿爹洪熙官教我的虎爪功捻你个死鱼！我咦？就凭你，哈哈哈！我当你原为按摩啦，哈哈！系咪呢度？搞掂晒啦，今次发啦！发乜嘢啊？发
发你个头啊？唔系啊，六合彩啊！睇下，哇，咁重彩，一买买六张啊！今次唔系啊，屎勾手啊！呢六张一张都唔买噶。你系咪填到黐咗线啊？唔系啊，呢六张加埋36个号码系我屎勾手拣嘅。不会中的，买我没揀过六个号码就发的了。哪个说你只勾手啫？是真的，勾实晒的，买我没揀过那些发的了，实发的。是了是了，只勾手实发达了，快点洗干净对只勾手吃饭啦。那是的了噃。是了，买了发了，出去啦。好耶。我觉得真是屎勾手，不过都叫做俾我谂到个办法。我谂出嚟噶，帮妈妈发咗。我妈妈妈冇煮饭，一起去咗靓煲王庆祝，仲见到台长同陈小姐。靓煲王，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，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，保证你流晒口水。陈小姐，咦，你哋啊？手打牛丸，手煎鱼蛋，鸭粉肠。脆肉丸，那晚我和妈妈很开心，吃了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。妈妈还帮陈小姐要了支大啤。有事！我喝了少少，哇，正啊！呀咪呀咪呀，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，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。随之加腩肉更想吞落几银银，我也发明扭几扭下几云云，想搵两餐加下几头痕，搵搵埋刀书埋发甜痕，大家开心唔使担心，迟下杀到自刃，笑口吟吟吟，今晚吟吟吟吟上瘾，吟吟吟。靓煲王光荣结业，各位街坊后会有期。Cut， 收工。靓煲王执咗，电视台冇几耐都执埋。不过我和我妈妈就发了。第二天妈妈买了一套新衣服给我。那以后穿的衣服要整齐一点了。哦。行路要这样挺起个胸距，不要再寒背。有钱仔了嘛，家下。哦。不过又不要这么嚣，千万不要被人知道我们发了。哦，阿妹呢？阿妹都不能说，怕她八妹仔口疏。被啲坏人知道咗，
飙你心就死了你。哦，好，转个身睇下，有少少箍啊。咁梗系箍字啊嘛。哦，嗱，你要生生性性，读好啲书佢，又有钱又乖又叻。哦。妈妈，咁我哋会唔会搬去豪宅啊？搬咩啊？惊死人唔知道我哋发咗啊？系噃，咁我哋会唔会养番狗啊？你有冇见过只猪拖住只番狗周围走噶？吓、啊！等迟啲法定咗就俾你养啦。不如你而家做住我只番狗仔先啦。Bobbi，Come on，Bobb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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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唔好走 ，Bobbi。咁环游世界呢？环游世界唔怕俾人见到啦啩？你好想环游世界咩？想啊，我想去日本啦，有好多好多寿司食啦，有超人打怪兽啦，仲可以浸温泉添啊，仲有去北极啦，探下圣诞老人啦，年年收佢咁多礼物，仲有去韩国啊，有龟背烧啦，有石头饭啦，谦池啦，人参鸡汤啦。妈妈，咁发咗，我哋仲讲唔讲噶？梗讲，乌韩财主啊嘛。好嘢，得啦，就咁啦，平啲俾我好过啦。都烂烂地啦，平啲卖埋佢啦。隔篱嗰档都冇咁贵啦。探探，我哋炸地去住旅行先，等风声冇咁紧，再去真嘅。好耶！呼啦啦！就好似我妈妈嗰尾大玉罗汉斋咁，我哋去下假旅行，有时又好似真系去咗咁。到而家我都搞唔清楚边次系玉，边次系斋，何况系嗰时嘅我。幼稚园毕业，我冇去咗读呢栋公厦，我啲同学屋企好多都系出海攞鱼。妈妈话好发噶，佢哋唔系你以为。终于都拆到嚟啦！我哋同大厦啲人被安置咗上公屋，妈妈同我，咦，又真系搬咗去住。不过妈妈总系有办法，将佢变咗间豪宅。我嗰间学校系翻全日嘅。少了很多时间和妈妈一起，妈妈继续上班扮穷，有时还回两份，她说这样才扮得像。至于去邮埠那些东西已经越来越少。中午请饮茶，实无少你那份问题。Thank you.
有一次，妈妈又要上太空，太空总署个医生走咗入嚟，讲咗啲唔知乜嘢，不过睇得出唔系好嘢。我好担心，又好奇怪，边有人发达发得咁辛苦噶？终于我忍唔住同妈妈讲：妈妈，啊？不如我唔读书啦。咩事啊？啲同学仔虾你啊？系咪嗰班濑尿虾啊？唔系啊，我唔读书咪可以陪你周围去，唔使搞到冇人陪你扮穷，又要一个上太空咯。傻猪猪，大个仔啦，识得生性。你睇吓，你买晒我叫你唔好买嗰啲 number， 我净系会买你拣嘅 number。你只手仔自细就又厚又软，冇事勾住。妈妈，佢话全世界人唔信你，我都会信你；全世界人唔锡你，我都会锡你。佢话。我锡你锡到入个韵，我信你信到落脚趾尾。我话，我仲可以讲咩？我爱我妈妈。妈妈，请问呢？信呢？怎样可以信到落脚趾尾嘅？哦，打个比喻咁啫。哇，尸变啊！唔好咁紧张，佢醒翻啫。你睇，佢头先不过系食饼食得多过头，晕低咗啫。咁个夹曼，个夹曼我爱嚟收埋啲饼饼嘅。乜唔系叫法医验咗先嘅咩？你哋？咗噶啦，不过唔知佢哋坐直升机咁快啊嘛。咁法医咧？响度啊，整。咁使唔使 call 白车啊？都嚟咗啦，我哋。啊，麦生啊，唔紧要。咁辉，我哋走先啦。哇，乜走啊？系啊，你讲嚟讲去都未讲到你点样成为神探波比。你讲埋佢啦。讲啦，其实。我真的不好识点讲，唔识都讲啦，唔敢讲都好啦。好啦，或者我由柠檬大王讲起。柠檬大王，咸柠檬牙几好喊，食到眼盲都开眼，只咸叻帮牙想撕裂呀，挂不住。个台冇做，台长转咗去卖祖传秘制咸柠檬。牙可搣掉，食到眼。不过一包柠檬几年都食唔完，所以生意都系麻麻。妈妈打咗一轮工，储够钱，就喺我哋住嗰屋村嗰度开咗间铺头，理发兼美容。搞掂，下一位。喂，西永，啲头发咁长，好飞翻个发啦。哇，阿太，乜得你今日懵口懵面咁啊？入嚟同你推下啲淋巴好过啦。妈妈翻学啦，俾心机读书啊！嗰次之后，妈妈俾钱我出街非法。知道咗冇发达之后，其实冇食小道，又冇洗小道。不过冇发到达，
个感觉唔同咗，唔同啲咩？又讲唔出。可能妈妈就系知道我会咁，所以先瞒咗我咁耐。之后，妈妈又将间非法铺顶咗俾人，入股台长当柠檬大王。不过有妈妈喺度，梗系唔会净系卖咸柠檬咁简单啦。多元化啲咯，卖埋咖喱鱼蛋、汽水、雪糕、通渠都得噶，去开啫嘛。你话地产代理、失踪猫狗、水电工程、客货搬运、美容理发、家居清洁咁啊，熟客仔做开咪做咯，冇所谓噶。就发噶啦，使乜中六合彩啊，傻仔！中学毕业，我做过几份工，冇一份做得长。系啦，咁啊，你唔好行到我屎都急埋先得噶。嗰时我真系谂过，如果妈妈爱少我啲啲，信少我啲啲，嗰次买六合彩，只要补多一张飞，个世界系咪会好啲咧？我知我咁谂，真系好衰好衰。陈小姐无端端大咗肚，翻唔到工。妈妈见我无所事事，叫我不如去佢度帮手。就系咁样，我只屎勾手正式成为勾屎手。去通知佢阿 Bobbi。波你个老豆。最后我都系走啦，我撞翻小学攞鱼嗰啲同学，谂住跟佢哋出海，周围睇下。都好啊，出去睇下，有机会咪响出边读下书咯，读多啲书好啊。识噶啦我。护住个背啊，咁重孭住啊！我有包冬菇俾你啊。Yummy yum, 呢一隻歌聽到心痕痕，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，隨便怕冷若真想吞落俾人吻，條腰有確名扭到扭下幾混蛋，想搵兩餐加下幾頭痕，搵搵埋刀书文发自恨，大家开心唔使担心，迟下杀都自难
烧烤，吟吟吟，今晚吟吟吟吟烧。我由一只船跳到另一只船，由一个浮去到另一个浮，其实都冇所谓去边度，大把时间嘥啫。打雨又打得我好头痕，打打埋多书埋发田贫，大家开心唔使担心，迟下杀到自谂，笑口吟吟吟，今晚吟吟吟声，吟吟吟吟。头几个月都会仲隔个礼拜到打个电话翻屋企，之后就越嚟越少。其实大个咗之后，我都少咗好多同妈妈倾偈，唔知讲乜好。打雨啊，打得我好头痕，打打埋都输埋发田贫，大家开心。使担心，迟下杀到自刎，笑口一一吟，今晚人人吟声，吟声。就喺嗰晚，我收到台长好突然嘅一个电话。兜，你喺边啊？你妈妈早两日，哎呀，你快啲翻嚟先啦！请问乜嘢叫做早两日？哎呀，咁啊！神探，我知急屎，唔系急屎。我知拗柴，唔系拗柴。系唔系又要上太空啊？系啊，上太空。走咗之后，你妈妈仲勇过之前，唔单止做埋你以前嗰份，仲好似想做埋你以后嗰份咁。生意本来都仲可以，不过两个月前天忽然落咗一场好大嘅雨，连续个几月竟然冇停过。妈妈，今次真系小蛇蛇啦！另一件奇怪嘅事系六合彩，连续十期都冇人中头奖，大家冇公开咗成个月发狂我，几乎所有人都去咗投注站同佢搏过。今次有你冇我啊！大哥，杀啦！咁买得六合彩。都预咗唔中噶啦，不过我哋就有啲古怪，夹钱俾你妈妈买咗六张飞，36个 number， 唔知佢点得翻嚟嘅。总之36个 number 冇一个字中，点解唔补多张飞呢？可？嗰日，妈妈送咗去太空总署，喺我未翻到嚟之前，自己已经升咗上太空。哎呀！
之后我离开咗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唔知行咗几耐，亦都唔知要行去边。我去过我细个，我同妈妈扎家衣环游世界嘅地方，去到真嘅地方，我反而觉得所有嘢都无无谓谓。我行咗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唔知，直至我行到一个叫做天涯海角嘅地方，我望住无尽嘅大海，忽然好想、好想、好想、好想食翻个即食面。于是，我翻翻转头。都收檔啦，平啲賣埋佢啊！係我媽媽。有一日，我无意间去了肖邦故居，我企在肖邦生前弹过的一个钢琴前面，忽然好想弹琴。是啊，妈妈哎呀了，上了太空之后，到那阵我的眼泪才第一次流出来。我都说我的位置搭错了线了。不过那日之后，啲位又唔知点解，好似慢慢搭翻啱咁。之后，我仲真系走咗去读书。我读的是中世纪欧洲文和文章学，我凭着一些古代文献和一些隐藏的符号，推测一宗困扰了历史学家几百年的谋杀案真相。篇论文在一份很少人看的期刊发表，竟然引起了苏格兰场一些专家的注意。就是这样，我辗转地加入了侦缉工作。
好喜欢这一份工作，好喜欢见到自己能干。每一次觉得聪明，每一次感觉到灵巧，每一次觉得好勇猛，我都好真实地感觉到我和妈妈在一起。谜团经已解开，面对命运，妈妈可以输的都统统输晒；面对命运，妈妈可以赢的都赢了回来。她将赢了的给晒我，将输了的留给自己。神探波比就是这样诞生。不要哭了，去找你爸爸。爸爸，你不要上太空啊。蛤？阿仔？多些锡你爸爸，不要学我。快。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，家阵单亲家庭已经是十分普遍的了。不过有时失惊无神被小朋友问起，妈妈，我的爸爸向哪里？遇啱那天心情麻麻，被小朋友这样一问，有时都真是就这样想一句得埋去，个死路死了了。不过这样说法又好像少少失了些风度和少少粗鄙那样，收拾一下可以这样说，个衰公挂了了，又或者个衰公拉了柴了。另一个温文的说法是个死佬伸直了了，又或者正面一点说个臭八公香了。形象化一点的说法可以是个死佬去了买咸鸭蛋了。至于较适合幼儿认知能力的说法是你个衰老豆钉了盖，而简单一点可以说你个衰老豆钉了了。而比较温情浪漫一点的说法是只衰嘢
化咗灰啦。多谢。妈妈，我个爸爸咧，佢去咗边啊？个死衰佬，死鬼咗啦！多谢各位。